哎、欸，菜。什么？哎、欸，啊，你怎么在拍？因为听说最近啊，那个日本解禁啊，我们是不是也该去日本玩了？啊，是你请客、哦？我把公司的钱请客。重点是要拍什么？啊，我们就坐那个星宇航空，然后坐那个商务舱，已经工作这么久，也都没有真的休息。对啊，我跟猛将已经都排好了。可是你还知道我旅游的路线吗？你不用担心这些啊，轻松啊。没问题，所以什么时候去？明天。啊！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哦。哎呦，早安，早安，期待吗？不，你穿这样不会冷死？不会吧，还好，福州卡啊，我今天应该是可以就走啊 ，checking 啊。对，你先跟我们 checking， 我们先跟我们一起坐飞机，一起坐飞机，一起坐经济舱。为什么我是经济舱啊？啊，我们就一起的、啊。买商务舱吗？没有，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是一个 team 吗 ？OK 吧，我们 check in 啊，开心一点呢、啊，可以。你们就是想骗我吧？不是，我们都排好了，真的绝对舒服的。我们把钱用在对的地方，好不好？机票这种我们就是反正就交通工具而已，坐一下舒服一下就到了。我看这什么？这个就是不属于你啊，今天不属于你啊。你们该不会要做什么很穷的游日本还是怎么样之类吧？没有，没有，不会啊，你真的要死？没有，我们是有庞大资金的。我们有庞大资金，然后钱拿出来啊，钱拿出来、啊，上去都上不去，没关系，反正我就是一个正向人。等一下上飞机，就我们三个坐在一起，至少可以走一个就是一起出去玩的 feel。可是我今天穿的漂亮吗？你今天穿的很适合坐经济舱，坐一起，有没有？我们。走吧，你们有钱换好了吗？有换好了啊！你不要一直看这个啦，这个跟你没关系。准备好了。啊，为什么菜你要拿水啊？飞机上底下就有了。因为我们就是坐经济舱，那个水是那个过滤水，然后我们厕所也是用那个水，你知道吗？对啊，所以我基本上就会坐经济舱，要自己带啊。他那我以前都喝厕所水，然后还长那么高哦。对啊，所以很棒啊，真棒呢。菜。你是不是这个表情怎样啊？我跟你讲，我当空姐那么久，当至少7年以上，只要我有日本班，大家都很喜欢嘛，我觉得把它全部换掉。为什么？绝不飞日本。如果你们知道 Narita 空姐都住哪一间饭店的话，你就被吓死。因为我觉得日本的再好的饭店都会有鬼，很昏暗。搞不好它是一种日本的文化啊，会不会？那我觉得我想 pass 这个文化。然后我发现就是飞了几次日本之后，我觉得我就是都睡不好，那我干脆就是不要飞。像威尼斯我也不太能住在那边，就是很好饭店也都是很旧了，就是历史哦，因为它已经有点年纪了。对对对对。你刚听到广播吗？哎，刚刚讲商务舱啊，你怎么还坐在这？就是你要坐商务舱，还在跟我们坐一起聊天。可我想睡觉啊。你怎么都不一样。你看我现在是很急，在国内没有飞过这么小的飞机。我跟你讲，我刚刚看了他的商务舱一眼，还好。我相信这个是机型的问题，机型的问题。空姐还算蛮漂亮的，而且头发都绑得超级好，就是那是真的、欸，都是那个胶都是黏到不行的那种。做什么的？我跟你说，我在看他们家的这个就是 cover， 因为通常啊，像我们之前国泰，他在每一季里面就是会有 cover girl。你以前有拍过吗？欸，他们有寄信给我，可是因为我就是太少上班了，然后我不想被他们查，所以我你知道 model team 的人啊，最麻烦的就是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观察。我就是做一个低调的人就好了。我觉得那些人的条件都比我好，我一定是。实话实说，可以不要管我好吗？我要继续 shopping。好，好，好。星宇航空的飞机餐，看起来还可以吧？睡美人睡醒了。特别哦，怎么会有胡萝卜籽？喜欢吗？我不会吃上去，我只会吃旁边的东西。OK， 没事，你可以胃留着，我们等一下带你去日本吃好吃的。我现在觉得坐经济舱也蛮开心的、啊，就觉得我在睡觉还可以听到你们聊天的声音。对啊，就会觉得哦，有自己人在旁边，有安全感。有人在准备要喝阿泰说的马桶水？没有，我刚看到他们是矿泉水，可能就是短程，然后小飞机。小飞机。新宇的
的体验，我觉得还不错。怎么服务上？第十。刚刚阿姐特别来就是找我们，然后说，哎呀，组员很喜欢你们，然后就送了这个东西。我现在是个黑名单啊，自从我做了这个频道之后，每一次都会拿到，然后他们都会知道说，你可能是谁，但是我都会很担心说，是不是我的印象给人家没有很好。然后就非常谢谢他们，然后我刚刚就有跟他们问了一些问题，刚刚他们的那个空服员其实大多都是其他航空转过来的，其实他们服务就很好啊，然后他们又很亲切，就他们看起来非常的有 energy， 不像我好了，我在当空姐的时候，有时候飞那个长途班机我都会很累，我从现在开始就会再 energetic 一点，打出 energy， 我们来日本喽！怎么办？猛将出不来哎！审议结果不过啊。还是我们先去找信卡。好好好。我通常信卡不会在台湾用，通常就是到日本再去买就好了。OK， 走吧。OK， 猛将终于出来了。在这边跟大家讲好，就是如果你要来日本的话呢，你最好是先截图。虽然这边有 WiFi， 可是很多人连的时候你要连很久。对，但是我刚刚就是连太久了。在你连的时候，我已经把我们的 WiFi 都搞定了。我们要去哪里？要去 hotel 先吧。啊？我们今天的行程啊，就是没行程。对啊，最自然最chill，没行程，零。可是总要订 hotel 或什么啊？可以吧，到处问都有得住啊，可以吧？我们今天的计划就是问路人哪里有饭店可以住，吃喝玩乐住，什么都这么住。没错啦，这个计划就叫路人帮帮我。真的要？不是啊，可以吧？你这个什么路人帮帮我？出国专家可以。对啊，日本才难，因为这么近，英文很难沟通。我要用日本的方式跟他们沟通的话，我怎么知道他们跟我说哪里？好不好？他跟我说你去那个住公园的，不一定，搞不好那公园有一个城堡啊，城堡溜滑梯啊，那个小孩子对撒尿跑，那是不是就有城堡了？I didn't book any hotel.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Internet. Oh, I look internet and book cannot because our task is to ask people where to live. Hakata Station. Okay, I go Hakata Station and ask. How to go? Just here. I take bus then. Okay, thank you. 哎，你们啦？什么？我们在这体验生活。你这一趟下来，你就会觉得哇。艰辛万苦过后的那个滋味是这么甜美。I need to go to Hakata Station. What time is it now? Okay. 哇，他好，人好好。他的笑容，我都心情好一点。很热哎，没有，因为你现在没有地方住，你觉得很燥热，并不是天气。都你们啦，你知道，譬如说你想吃什么，结果来了是另外一个东西，你心就会很糟糕。开心点吗？卡丘宾呢？丘宾。然后都没有位置，然后。不是。OK 啊。这是市区吗？这应该是吧。你走下这个吗？感觉是。啊再说。哎呦，前面排队很多人哦。哎呦，要去前面问吗？我们去问看他们为什么排队好了。好。Can I ask you something? Why is so many people here? Very good. 他说这边很好吃啊。哦，你还想问什么？要不要趁现在。Do you know where to?Migo Hotel. You have 一个选项了 ，Migo Hotel. Okay. Where do you think I'm from? You Korean? I thought you Japanese. Are you? This is that 游客来的。要进去了。不是，我就说这些都是游客。Excuse me.Taiwan, and we have no plans. You here?
people eat here?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more popular? Kenado City. No. Oh, 那个购物中心啊。购物中心。So where do I eat sushi? What do you like to eat? Ramen. 新鲜拉面。新鲜拉面。啊，是。OK。我跟你们。拜拜。好，我们现在有选项了吗？Hotel and Spa， 我看到就觉得很厉害。五光花园 Top。那你看那个 logo 哦。它还有 Spa。那个 logo 感觉就不简单哦。对啊，人家还有专车哎。那你一去，人家还有专车哎，不是为什么我要那么辛苦啊？我就是来这边当那个傻子，我还要在这边问哦。哎，还是这样啊，我们去住网咖啦。啊，会不会很难住？不会啊，反正先放，然后我们先找吃的，住的我们已经有方向，最差我们还是有网咖，好不好？好。好什么好？他英文很好哎，啊，你有记起来吗？有啦，我哎，不都画给你看了。确定哦。Sorry。刚刚那个车站。哎，他的 A 怪怪的，怎么这边 A 没有？对啊，那 A 是哪里？没有啊，是去外面吗？完了。还是你要再问一个人？好，我再问一个人。Do you know where I can put the locker？ Locker， 坐。一盖。Thank you. 拜拜。哎，他们还在看我们嘞。还是我们约他去吃饭？好，你问。哇，他又回来了，好可爱哦。OK。他带你去。一休。很可爱。台湾。YouTuber。How old？拜拜。A picture? Okay. 耶。Thank you. 拜拜。拜拜。Thank you. 拜拜。Thank you. 喂，来。怎么突然来到一个大圣诞树？哎，这边很大哎，我们现在要找吃的。你有没有什么策略？你想问吃寿司这件事？我会觉得，就你说真的找很厉害的。时间点是四点多。所以你要吃什么好像都怪怪的。OK， 没关系，问了。So we are from Taiwan. Yeah. And we do YouTube. We are looking for good food. Good food? Yeah. Ramen. Ramen? No sushi? Hakata is ramen. Ramen. Ramen City. Ramen City. Ramen City. Which ramen is your best choice? 新拉面。No. Restaurant. You can choose whatever you like. A little bit expensive. Okay. No problem. No problem. Ah. So here, okay, or outside? Here is very, very near. Here is very near. Outside needs to go far. Yes. Name is Yamanaka.
Yamanaka. Yamanaka. Thank you. Bye bye. Yamanaka. 我觉得他爱山中啊，你怎么每个都喜欢？刚才两个妹妹也喜欢你。真的啦， Yamanaka。好，我们他说在九楼十楼啊。我刚刚已经找到了，我来。Yamanaka 熟食。哦。Too early. Maybe about 5 o'clock. 5 o'clock. 他很担心我哎。嗯。他怕没有开。对。我问他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吃，他说很害羞，说不用。好，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哎，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表达。至少把外套脱掉。哦，对对对对对对，哎，诚意要拿出来，诚意诚意。Cool. Oh, cool. 啊。Oh. Maybe another restaurant.Yeah. But this is very famous. Oh, very famous? Okay, I wait. I wait. So you together? Hmm? Together. Together? Ah, I pay. Sorry? You really? Okay, together. I have an appointment, so I can't. Oh, please. Ah, thank you. Okay.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Bye-bye. Bye-bye.他们怎么都会陪到最后，而且他是手刀回来找我们吧？对，不是刚刚两个妹妹也是人很热心，然后这个对啊，可以吧？他说这个很 famous， 我等一下试试看哦。如果他不如一起会，我再相信这个男子。Okay. Thank you. Toro. O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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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 fat fat very fatty. Okay. Toro. O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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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Best right.Otoro. 他一定跟你说背。1, 2, 3. 3. 3. It's so tiring. Okay. I'm so okay. tired. 点歌餐也是极其的辛苦，因为我去，譬如说大阪或者是东京的话，就有我朋友在。直接搞定。结婚之前跟空服员也不用担心，因为也是跟日本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一直问人，然后就觉得眼睛现在就有点大。那是不行哦，你现在才过半天而已。对啊。对啊，你还晚上还要住，还要找住的。我就等一下要先去，就是休息一下。对，你等一下不是休息，你要去找休息，所以也是很累。我觉得这一间餐厅我问不了，因为后面的师傅都年纪很大。哇！哇，这个是那叫什么？金子。嗯，是甜食吗？不是。いただきます。这看起来好像很好吃。来，刚那个叔叔推荐的店，吃会活力。哎呦，怎么样？叔叔推荐的，怎么可以？非常 OK， 完全很厉害的白族，完全一点腥味都没有。哇，我觉得台湾就是还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白族的话。期待接下来。我带两个虾仁来吃这个有什么用？哇，有人这样看到这些食物都不累的哦。刚才那边啊，好累好累。哇，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它会有一个饭的香跟那个再配那个奥托罗，你们一吃一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意思。我们怎么突然变美食频道啊？不是来挑战的吗？你吃这么好，我有点觉得莫名其妙哎。不是。哇，这表情又来了。刚刚门口还是想挑战人家。该道歉。先道歉。对不起。哦，你这样可以吃。哦，那颗真的很好吃哎！刚总共吃了47410，然后我觉得就吃完就心情比较好，就这段旅程还是有达到我的期待。对你的想象，期待，对对对。我们就说不会带你来吃奇怪东西吧？这是我问出来的，我要靠我自己的双手把这段旅程变成我自己的样子。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 Ah, that's why I'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day. Oh, that's why he's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day. Oh, thank you. Sorry. Our plan is no plan.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 Hotel is not clear. Ah, they're not 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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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re not clear.还是我去问那个弟弟说，我可以去你家住吗？你看他跟我打挥手。对啊，跟他聊天呢。害羞哦。Hello。Hi。We are
from Taiwan. Oh, hey, man. YouTuber? YouTube. YouTube. Oh, YouTuber. Yeah. So, we looking for somewhere to sleep. How old are you? I'm 16. 16. 不是犯法的。没有，要你住他们家。Oh, you know, you don't know. I don't know. Do you know the best ramen here? Daruma. Daruma. Daruma ramen. Ramen Kaido. Ramen Kaido. Hakata Iki.Good. Delicious. Delicious.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哎，好可爱哇！那上面就可以直接拍到哇！拜拜。哇！嗨。神社拜拜。好可爱，他们可能不想我过去。你看，全部都在看你耶。怎么样？很可爱耶，我觉得找不到。你真的觉得瓶颈了，是不是？好像而且好像问了很多人都是当地人齁，而且我跟他们说 hotel 他们都有点很也觉得我是桃色诱惑。其实我们啦就来当地可能也不好问住，对啦最惨，所以也是有个选项啦，我们可以去住胶囊旅馆。你看我们带你来哪里，是不是这个是空服员的那种，对啊，睡觉的舱，我们有特别找过的啊，对啊，就是你最熟悉的胶囊旅馆，没错。那你等一下可以 onsen 又可以马杀鸡，赶快来问一下，那是舒服的。哎，这边是不是很色情啊？而且你看那个扛棒好大啊！哎，我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这个是有男生，然后有这个应该是男生的啦。你看这边也有，你看。这样要想消费了吗？哇！Honey. Me? Onna? OK, OK. Hada like that. Yes! Yes, yes. Oh! Mm. I. She. She. Fire attendant. Me. Work. Before. Yeah. Sugo. Now, many Taiwan people here. Kuru. Okay, Xande Kuru. Oh.所以等一下我们去的是会有小姐跟我们喝酒吗？嗯，她会跟我们玩吗？嗯 ，YouTube OK， 啊 ，YouTube OK， OK OK， 就撮合 OK， 撮合 OK，、哦欸、不行，总是拍到这个去了，我们在干嘛？而且你现在完全有电呢。我只是他跟我聊天，那我就问他干嘛，他就介绍我去，那我们就要得去。嗯，写信 OK， 照 OK OK， 耶，哇，きれい，きれい，めちゃきれい，めちゃきれい，そうそうそう，めちゃきれい，他已经爱上了。Sexy. 完了完了，你要被拿去当 menu 了。真的，他会哪天在扛棒上看到我？会。可爱。OK， 我们现在呢，漂亮的小姐姐在我身边。My name is Lamu. 日本語でもいいよ。Lamu です。Yuka. Yuka.那想我坐在中间有没有很像妈妈桑？我现在要问他们几个问题：做这份工作多久了？ここは私は十二月に入って。十二月？十二月からここに入って。一ヶ月だけ。一ヶ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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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会是喜欢喝酒的吗？好き。好きです。有碰到讨厌的客人吗？いや、っていうか。答えづらい質問とかあったりして、それこそなんか胸のサイズとか聞かれるとか、まあ、もう素直に答えますけど。
喜欢怎么样客人？好、哦，優しい優しい人おー、あ、ありがとう、はい、OK やだやだ、変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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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やだやだやだ就是あーダメあーダメ right? ダメ Tal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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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OK Drinks OK なんかちょっとは大丈夫過激なのはダメ嗯，那一点点可以啊，一点点可以，哈哈哈哈，可以 ，OK OK，Thank you。So now we drink OK OK。所以刚经过差不多二十分钟啊，结果我们又换了一轮的小姐了，他们就是会让他们一直点酒，那每次换新的小姐，我们就是会要请他们喝他们想喝的酒这样子。然后现在在我身边这位就是新来的小姐姐，卡里，卡哇伊，卡里，卡里，虽然另外一位不给拍，但是长得蛮漂亮的这样。好，我们现在就先到这边。嘿，多多。ひなです。私27歳です。趣味お酒飲むことです。あ、ラーメン？はい。ラーメンになるのかな？豚そばなんですけど、すき家が美味しいです。OK， 我们刚刚已经花天酒地出来了，然后我跟他们小聊，其实他们都是从现在这个时间，然后可能八点，然后到晚上一点就收工，然后有些人可能做四天，有些人可能做五天，就跟他们聊天喝酒，他们都会很开心。好像也不错，因为看店家也蛮保护他们的。不过如果是喝酒有女生，像这种店，大家就要小心一点。他一个人是7000嘛，算比较便宜，然后一个人7000，但是因为会换小姐的关系，每个小姐来他们都会点酒，然后你就要请他们喝酒。所以我们最后结账是多少？4万多，所以这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所以今天我们算成功吗？我们也有问很多人吧，算成功啊，算蛮意外之旅，意外收获，蛮好的。那希望呢，下次的旅行可以是不是？所以你还可以接受我们两个带你去其他国、其他地方，还不错啊。系列是不是？我觉得可以，但是我觉得必须住的地方，我要踩一下，踩硬一点，看下面有多少的留言或是赞啦。如果都很热烈的话，我就考虑下一次不知道去哪里。喜欢我的话，记得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拜拜。